这儿都不会啊，我教你们啊。首先第一步，这个手放这儿，这个手放这儿，就这样交叉，侧面是这样。然后我这样穿过去的时候，它突然又伸过去，它弯一下，伸过去，好，抓抓抓抓抓，再穿伸，好不好？是这样，给你们配个 BGM。噔噔噔旁白哥抱抱哈，双掌互相穿越，下到吃手收，华妃掌心展现丝滑绝技，教你学会这一招，比穿手指吓唬全班同学。是抖音一响手会受伤 ，TikTok 平台上一堆教大家玩手指魔术，简称手术的短片，一看这个看了眼睛会痛的手术，都是幻觉，吓不打我。这道理很简单，指下躲着折弯的左中指，右中指折出来冒充，所以比插的是缝隙，是空气啦。学会这招，绳子穿手吓唬小朋友。这左手拇指加右手中指食指靠近小朋友的手，右拇指迅速伸进左手的绳子，啪嗒就穿越了。对啊，流行各种穿越呢。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紧橡皮筋，左手食指勾起的橡皮筋藏在右掌下，这稍微一放松中指，橡皮筋又完成一次穿越。一二三，我是走都走了去，等一二三走，说你来了，你手看看。让观众用铁丝绑住你的大拇指，只需要轻轻晃动几下，瞬间穿越。再次晃动一下，瞬间穿越出来。怎么做到的？让观众绑的时候，两个大拇指一定要平行并在一起，这样看起来绑得非常牢固。重点来了，在晃动手的时候，两根大拇指向内旋转半圈，这样手指直径就会变小，通过晃动来掩盖抽手指的小动作，然后穿过铁杆，快速将拇指套进铁丝，出来的时候还是一样晃动，大拇指抽出来穿越，再快速放进去。你学会了吗？嗯哼，但是不想练习。一名印度阿塞穿越手掌的戏法却沦陷全网，连深宫里的华妃都仿效起来了呢。不可能。我教你们啊，首先第一步，这个手放这儿，这个手放这儿，就这样交叉，侧面是这样。然后我这样穿过去的时候，它突然又伸过去，它弯一下，伸过去，好，抓抓抓抓抓，再穿伸，好不好？是这样，给你们配个 BGM。噔噔噔噔。三立娱乐新闻，穿起来报道。